吴慷慨回巢拍剧，廖碧儿追求新鲜感。廖碧儿寻日就出席慈善活动，谈及陈国光吴续约无线啊，佢坦然感到好可惜啊。咦，咁如果 TVB 揾翻你翻去拍剧，你又会唔会应承啊？其实我哋喺边度拍都冇乜所谓，最紧要好剧本咯，同埋唔够多时间，因为工作即系公司不嬲都系睇剧本嘅。咁近呢一年里边咧，大部分都系电视同埋电影都系英文嘅剧本，因为觉得好有新鲜感。哦，原来你追求新鲜感。咁如果有人揾你拍综艺节目或者真人 show 呢啲电视剧以外嘅嘢，你又觉得 O 唔 OK 呢？ OK 啊，都有，最紧要我哋拍嘅节目同埋无论系节目定电视剧啦，都会有兴趣，最紧要有新鲜感咯。但 TVB 有冇揾过你啊？最近就冇，之前就揾过做节目，但系我就啱啱去咗马来西亚拍电影啊，嗰段时间。